大家好，我是醉影。本场比赛由灯神大战 24K 纯帅平台两大神级板次良的过招。本场比赛规则：灯神一个板次良加两个随机，纯帅一个板次良加七加射加一个随机。现在灯神用红丸首发啊，一直想跳哈，直接被大锤抡到了。这个大锤带霸体的样子啊，看纯帅中随地跳地前前，哎，灯神还想利用他 EX 模式的优势向前前前打压制，好像有点行不通。纯帅对这一招前前压制法还是有破解之法的。大猪他可是牵制高手啊，不管你是 EX 模式还是 AD 模式都可以很好的牵制住。大翻天者不疼不痒，陈帅又是后拉，哎呀 CD 雷光拳这一下招重伤了。你中什么招也不要中超必杀啊，一套超必杀连非死即残。接下来看陈帅下一个角色第二个回合，陈帅的气甲射，哎，气甲射下轻 A 快速点杀，这个距离应该只能接压又压又双断接炮拳啊。其实这个炮拳已经足够了，炮拳连。接下来看灯神下一个角色，第三个回合，灯神只要有板次良他就不慌，但是纯帅也是如此啊，也是板次良高手。先给一发升龙拳，轻掉两点，重手起手诛此。哎呀，前前 CD 打压，继续重拳出击前轻手。七甲射如何破解？七甲射机会来了！哎呀哟，好、哦、开大了，开大就有希望了。看纯帅能不能将其一套带走。呀哟，天降奇幻模式变身，变身就对了。那后面七甲射继续跟 CD 前轻手落地炮拳来一手。哎呀，残脚抱摔走一走，后面再跟一发必杀上了。炸！好了，来看第四个回合。第四个回合，灯神的半气量，灯神拿手好气出现了。这场比赛是抢三制。哎，七甲射绕到后面下 A， 开始拉后升龙拳对空，板起来原地袭击。七甲射又想向前冲刺一把，哎呀，斩裂拳，愿者上钩，天地欢乐拳接 CD 没接住，距离太远。灯神看找下一个爆发点，又是双断压油，压油，双断压油都没油到啊。距离太远了，升龙也用处不大，反被板次良升龙给拿住了。板次良刚才如果接一个龙虎乱舞也是可以的，升龙，哎呀，距离太近呀、啊，总是这样子。气甲射 CD 压油，气甲射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掉板次良，强反了。灯神看来要强反打死纯帅，大波接天地欢乐拳，小波接 CD 没接住，可惜纯帅没有多少血吧。接下来看纯帅的板次良，板次良大战，这也是本场比赛精髓啊！先给一发 CD， 绕到身后分享脚接波。哎，纯帅的板次良很嚣张呀！灯神一滴血了，这一滴血应该成不了什么气候了吧？除非他先把对手的强反给打出来，或者是天地霸王拳击晕纯帅。后面再用强反破强反的方式来征服纯帅，可是灯神没有机会了。好，纯帅拿得首分，主要是前期被消耗的太多了。看下一局，下一局灯神用猴子两点一挠送他起飞，咯叽咯叽咯叽四连点咯叽，挠一爪，哎呦旋风呢，这属于一个重大失误，挠个旋风接凤凰脚，没接呢。柴州倒是轻腿重手起手烈火掌三段，哎呀，刚好满气，哎，我家生啊！哎呀，地波出轻腿又接正手。其实灯神接个摔的话就接不上，他故意套路了一下。第二回合，纯帅的气甲射，气甲射迅速给翻，柴州这么猛的吗？看纯帅的气甲射再找下一个爆发点，下轻手压油，压油没压住，压油。压油压油，来一炮炸！哦，托马斯带走。接下来第三个回合，灯神的洛奇。洛奇先原地起起空中小跳一个扔。其实 EX 模式洛奇也是值得一练的，这个角色很犀利。原地起起。站住拳。哎呦哎呦，前前。这样子继续打压，跳飞地，跳地，轻腿起手重拳，哎呦，就这样拳脚把陈帅给搞得剩一滴血了，陈帅是一脸懵逼呀、哎呀，这种打法陈帅也是没有遇到过呀。
那看纯帅最后一个板气梁吧。板气梁，哎呀，重拳闪到后面，再闪，哇，旋风腿来了，双个旋风腿，哎，扔，又是一波投技啊，空中再投，剪下来踢一脚，把投技的伤害打满。板气梁，暴气，哎呀，强反交了，强反这么快就交了。那洛奇如果后面给他，哎呀，没脸，就旋风腿再来，空中贼地一脚飞踢，大招周底，灯神也取一分，比分一比一了，比分咬的还挺紧。我们接着看下一场，下一场的话，莉安娜手刀空，哎，哈迪伦见到一脚踢倒，轻腿点杀，给他一个 C， 好，八波后面打压，再找机会打爆发，捡过来。下金脚吸血，手刀空中转转转吸，go to hey， 还有还可以再吸，最后一炮炸。好的，那灯神下一个人呢？这一局被吸爽了。第二个回合，灯神的雅典娜，麻弓雅典娜。好，雅典娜绕到身后。哈迪伦见他直接捡住啊！哎呀，再捡一下，这属于尾联了。吸血来一炮，哎呀，没有来。你看，他想贪多了啊，贪多了这下。可是雅典娜也没有气，他顶多就这样贼地连一下子。后面雅典娜快满气了，满气，满气之后他就倒了。捡过来，后面再捡过来，吸血。哇，大招开吸。落地捡一下再吸，最后一炮啊，带走 ，Go to hey。好看灯神的板次梁，接下来第三回合，灯神的板次梁看怎么打。板次梁先原地集气，飞将脚接上一个踢，哎呦，哦，八波，升龙拳对空，后面板面前天打压 ，CD 压一下，咦，还想用刚才那个拳脚套路来打击吸血狂魔，哦。又给捡到了啊！吸血，继续轻腿吸血，反别再吸血，手刀，他少了个手刀啊！又吸到了，不是吧？哎呀，还想用刚才那个套路，他想多了。这一下灯神不再上当啊！小波接大波，小波接 CD 斩裂拳，还可以再接一个铁底八号拳，飞翔脚砍刀手。哎呀，扔一下，八个波，飞翔脚接住砍刀 ，ZZ， 拜拜了。接下来呀，看第四个回合，陈帅的铁甲射，铁甲射先来一跳，板气梁又是双段前前打压，好压制，不断的压制，继续压制，挑战的压制，破防了，破防以后前前冲刺天地八号拳，这就开连，因为满气了 ，so cool game，CD 衔接斩灵拳，最后一个气，天地八号拳飞翔脚砍刀手 ，agency， 最后扔一下带走。灯神的路数我也非常了解了。接下来看纯帅最后一个板气梁，第五个回合。纯帅的板气梁，他也是搂了两次 CD 也行，斩裂拳飞翔脚圣龙接波，圣龙砍刀是 agency， 圣龙飞翔脚砍刀是 agency， 来一脚击毙飞水掌，打气都打乱动，欧了欧了，灯神强反，那纯帅也要强反了吧？不能让灯神啊这样肆意妄为，啊、哦！飞翔脚接波，飞翔脚接波，距离不行，距离近了。现在灯神强反一交，后面应该是陈帅的主场了吧？陈帅向前冲，好冲到了，他给那个升龙拳的值，他想强反吗？他确实要交了，熬了熬了，还有一滴血灯神，哎呀，灯神熬到了，哇！没有给出天地霸王拳，那是十分可惜啊。接着看下一局，陈帅领先一分了。下一局灯神用包子手法，这一波陈帅倒是接到了一个拆周，哇，青山骑手右哈压，空中 CD 倒升龙，落地右哈压，正叉反叉，落地再干、啊、上三虎下三虎，陈帅一掉半血，看陈帅的拆周，哎呀，角落非常难受呀。 CD 哈哈，先要捡一波，想压逆向啊，跳升，哎，你没连住，哎呦，都有所失误啊。那柴州后面该怎么搞？
清水重手烈火掌，俄利亚，哇，来上一炮先，俄利亚 CD 接住，哎，烈火掌接住，地波再接烈火掌接住，漂亮，但后面还是断了，这一套顶级连招没连住，可惜了可惜了，陈帅没有浪起来，中间熄火了，我们看陈帅的气甲射 ，CD 压油压油，来一炮，啊，哎呀，托马斯带走。现在看灯神呢，下一个金加帆啊，金加帆这个角色在九八 C 中招式是特别的帅、啊、看灯神这一波怎么用，先用一个前前跳低压法，气甲射倒是跳飞打地他就开过来了，呀呦，我这边呢，大角落继续怼一套，中间切换模式来一手变身，灯神呐、啊，灯神一点点血了。但陈帅不准备放过他，炮拳衔接，一脚踢飞指令头带走。那灯神还是只能凭借板次良了这一把。第四个回合，金家帆上来就送了，只怪陈帅这个气甲射啊太猛了。陈帅也是三神合一的玩家，还是板次良气甲射，另外加上一个大门呐、啊，呀哟！哇，被板次良反出。托马斯消杀不要慌，哎呀，气甲射继续下 A 压油，这招是有破绽的，不能强压，板次良天地欢乐拳接大波 SOKO GAME CD 接斩灵拳应该是一套带走了不出意外，空中接双段砍刀手必须带走，最后板次良火拼，这一波血量都差不多，应该会很精彩啊，这局看陈帅能不能三比一拿下，陈帅先暴气，圣龙给破绽，哇，飞翔脚接波接斩裂拳，开始他熟练的操作了，灯神满气了，因为他开场故意急了一下气，陈帅连招强反，强反也打不了多少血，其实就是急一下气吧，千鸟点一下接着就爆气啊，哎呀，圣龙飞翔脚砍刀手，砍刀手来一脚轻脚飞翔脚接波，圣龙飞翔脚接波继续拉后，升龙对空，哎，暴气又暴气啊！双飙杀，特别想攻，轻脚一点踢地霸王拳，弯了，陈帅他没了，因为没有了强反，比分二比二，非要打到最后一局的 S 局啊 ，S 局的第五回合，这一波气甲射还是首发，哇，陈帅有一个八神，哇、哦、，CD 两段，空中倒挂进攻加。克拉克不得了，血术前前接 CD 两次，空中再倒挂勾夹，气甲射继续舞、哦，继续不了了，气甲射开始又一个护利亚，跳 CD 下轻 A， 气甲射怎么办？一直站 A， 好，克拉克找机会，现在克拉克气满气，到哦，闪身被骗啊，陈帅要交代。接下来看八神的，八神陈帅应该也不陌生，看八神的骚操作吧，这一把第二个回合，好，八神直接暴气来发地波，倒挂进一个勾不到，八神开始连了呀，培花两段，爪挠两段，升龙接一段，哎呀，拉过来给一手大招，崩他一炮，他接了个超杀八神女，这样的话可以稳稳将灯神一套带走啊！升龙对勾，地波跟上，爪挠再接两段，哇，八九杯，八九杯没有放针，没有蓄力，可惜了。陈帅的骚操作总是在中间熄火，甚是可惜啊！这已经是第二次熄火。再看第三个回合，灯神的 King。这一波灯神随机到了一个 King 啊，逆向过顶，八神又是 CD 刚出，地波跟上，前云一摁倒，后面哎呦，什么情况 ？CD 抢不到，葵花两段倒是接上了，八九被定，一次两次距离不够呀，亲，灯神起身就凹，这一招对纯帅还真的有杀伤力啊，前云一接。普通八神接不了八字女，轻脚接重脚，八神要完了，因为现在灯神的气比较足，
空中接大带走。接着看纯帅的板次良吧，纯帅的板次良能不能像灯神的板次良一样勇猛？啊，第四个回合，走起！啊，板次良暴气，King的前前操作飞天脚接砍刀手，哎呀，板次良逆向过顶压起身，轻脚一点接飞天脚接波，接着纯帅啊，哎，再跳飞地，灯神也跳飞地，前进冲刺，再到后面，升龙对攻。怎么搞？后面又跟镰刀腿，陈帅轻腿重手，布利亚接飞向脚接波，升龙取消砍刀手吗？没有接。哎呀，King倒是给出来了，旋风踢空中接大，啊，中剑中断，哎呀，哇，妄想踢，后面陈帅血量不都妄想踢，双妄想踢带走了。灯神最后3-2还是拿上陈帅，结束比赛。